动一动，你知道它就是你知道很稳稳。所以这件的好处是，古胸的女生她一样穿了，一样有事业线。说我这边好挺哦。对，有没有？你看大胸能够找到这么漂亮的内容，很难很难。对，真的。所以能够穿这么漂亮，而且她是无钢圈后期哦。对，而且你们看哦，就是胸部的包覆完全没有任何的压胸，超好挺哎。对，直接是包覆性非常好。然后侧片有做那个软钢条，对，然后而且还有加压柱，所以你看侧胸是完全包覆型。色是基本款，一定要带，粉色会显得皮肤更白皙。然后我这个是有点灰蓝色，所以搭配浅色系的衣服也是没有问题。就基本的肤色一定要给大家。首先你看它这个是非常薄的，还有做托片提托，所以我们胸部会校正回归在正确的位置。看一二三四四排扣，所以我跟你说这件真的很适合大胸女生穿。它的部分呢，我们是 B 到一罩杯。好，然后下围到40。